这个球打得蛮强劲的，三垒手收得漂亮，传二垒，再来策动一个双杀，哇哦，三垒手杨成俊，哇、哦，这个球接得非常的漂亮啊，策动一个5-4-3的 double play， 嗯 ，nice play， 这个球差点穿出去，这个球打得也够强劲，这个拦下来以后的一个 double play， 主要黄长恩的速度也比较慢，嗯，才有机会策动这个双杀、啊，打得很强劲。我这球侧面接得很漂亮，接到以后的转身传球也很准。是。这球接得精彩了。